美国头一开放，民众提来吃平安。一透早，民间向寿天宫庙埕都摆满了人潮。去年元宵节，大量的人潮拢前来提美国头。寿天宫主委指出，83年时美国头才500多斤，也因为参加的人是越来越多，因此美国头是一年比一年较大粒。咱寿天宫办理美国头已经有20几年的历史，咱自头一摆办吼。500多斤的米糕头，啊，一年啊增加，到即摆已经有20几年的历史，啊，到咱入会安卓一年，哦，咱就破1万斤的纪录，哦，咱就10万斤，而且已经有3年啊，咱今年11200多斤。行行咧吼，哦，来参拜者，快报平安。今天特别来拿这个的吗？拿米糕头吗？对对。为什么要来拿这个？是平安的，是平安。寿天宫的元宵米糕头发起是早期农村时代，当地居民拢会伫元宵节间做米糕来祭拜地爷公，祈求平安。后来庙方就规起召集全村的村民，才有今仔日的万人吃米糕头活动。古早农村时代，咱这什么呢？北关山脉地区有一个风俗的习惯，就是家家户户做米糕来庆元宵、拜地公。啊，因为农业时代是一人打几碗，啊，这个过程就每一年拢会陆陆续续，但是因为安尼变成无集体、无集体礼拜。甲咱的协会配合咱地方的宗教，来办这个元宵米糕头的活动。今年米糕头重量已经增加到11200多斤，比去年增加了100多斤。那外祖是农村时代用碗装米糕，要32600碗。主办单位希望元宵节即天民众拢会当来寿天宫拜拜，食地阿公加持过米糕头，保庇你事事平安赚大钱。记者陈婷采访报道。